死老头子。回家吧啊，松开。你给我上那边待着去，老板。老板，你别别，老板，老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他是不是拿咱家东西了？老，你是不是亲他手了？没，没有，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！你刚才不就这么的？哎呀，这么亲的吗？还不承认？接你上后，你靠后来。老板，我保护你，你靠后，你靠后，你到底干啥的？园丁。园丁。我看你像宫保鸡丁。园丁把我家花都倒成那样了。那个，我现在给你整对称的，来来来。得了，你别霍霍这颗了。你呀、啊，我投诉你，我现在就投诉你，我马上打电话，我投诉你。喂，宫保鸡丁吗？别，什么宫保鸡丁？老板，家政公司吧。你给我找的园丁什么玩意儿啊？老板，你上我家，我跟你说，我花呢？你说什么说？那个，我家花老贵了，你赔都赔不起、啊。我告诉你、啊，不用上，你给我来电话来，我投诉你来，你给我，关停。替我家员工守了，这是个什么人啊？替我家员工守了，我挂了。挂了，大姐，你给我来，我没说完呢，我投诉他，你给我，我必须要投诉他，你解释吧，你给我。老板，我们俩认识，认识，刚认识啊，认识三十来年了，他人和人媳妇俺都老熟了，老情人啊？什么老情人啊？他是我他是我男朋友，是吗？是，就领证了。领了证的男朋友最烦人，领了证的男，那不就是两口子吗？好啊，当初我雇你的时候，你可说你是丧偶啊。有他在这儿，我丧不了了。你不也说媳妇儿改嫁了吗？有他搁这嘎达，谁敢改呀？合着你们两个是合起伙来骗我哈？你过去。啊。站好了。啊好。